当父母亲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，有自己的兴趣，当父母亲可以稍微不切实际，稍微浪漫一点，反而可以给孩子更大的空间去追求他生命，保持他的热情。一起来品读黎蔚文的《荒野人生》。每周五晚间11点，请锁定中天新闻《名人床头书》，李文一主持。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。